して私はドンス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你觉得呢陈嘉玲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你看不出来我现在压力很大吗？你一只差冻好啲冇，温度唔系紧样。俩系五十七年的龙虾，冻多年三万的新果，俩只温度紧重。现在双子桃心异味越来越浓厚了，死者的下半身到现在都还没找到。谁？我知啊，我啦。正面的主题就是五万九千九，五万九千九，还加能量水，还加能量水。杨景华，第一排的位置他已经坐了四次，今天是第五次了。今天这套战服的名字叫做。今年总算没有柯佳嬿了。我请导播 focus 在我最凶猛的部位，你会看到茶经，我挺肚的时候你会看到孟婆客栈，在我偏心的时候是俗女养成记二，而在背后支持着我的是斯卡罗与良辰吉时。但是呢，大家还喜欢另外一种蛋，叫彩蛋，或是你可以说红色炸弹，因为今天我们有情侣档入围了，就是入围最佳男配角的吴康仁先生，还有不知道为什么被安排坐得很远的邵雨薇小姐。你说，如果这两个人都得奖了，吴康仁会不会默默拿出在口袋里藏了很久的戒指，在这个舞台上？哇，很难说，很难说。但今天就是充满了爱意的一晚。台下还有一位前辈呢，他演了37年的戏，我特别想要把他提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夏静婷夏哥。虽然他真的是我心中的遗珠哦，虽然他今天没有入围，但是你差一点得到全勤奖，你知道吗？今年最佳戏剧五部，你个人才演了4部。你是茶经里面纪赏抽大烟的爸爸，对不对？你是逆局里面知法犯法的刑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是斯卡罗里面客家族群的老大，对不对？同时我们都不会忘记你是俗女养成记二里面大家都很爱的阿公。你用自己的专业证明，只要有好演员就没有角色是小角色。谢谢夏哥。